着直播追了一个月，由杨紫、邓伦、罗云熙等主演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终于迎来期待大团圆结局。如此甚好，锦觅和旭凤回到初见的地方，旭凤现真身抢亲，这波操作真是霸气委屈的。还以6000年灵力做聘礼，你今生今世永生永世都是我旭凤的妻子。灵修夫妇终成眷属，第二年白露出生，一家三口开始了归隐人间的幸福生活。然而润玉真的有点心疼他，最后那一幕坐在天地之位上，只有衍寿和邝露陪着他，孤寂无边。真希望他先遇到的是邝露而不是锦觅，这样他就还是那个温润的润玉。我还以为锦觅最后会对润玉说你也要幸福，结果却什么都没说。大结局后，邓伦憋着脑袋瓜子发表长文，大谈对收官的感受，憋了半天不知道说点什么，但一想到香蜜心里又会有很多话，记得历劫结束的时候还写了段想法。大结局那反而想说说不出来，那就干脆不废话了，我相信香蜜已经把我想说的都传达给你们了，好作品，我真的为香蜜感动，也愿香蜜能给你们一个永久的记忆吧。舍不得没关系，回不去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从头开始，香蜜永在，我们再见。微博下杨紫登上了热评，就像我们说的，从18岁到现在两个小屁孩怎么能想到会有今天的成绩，好朋友永远支持你，我们一起努力加油。邓伦回复道，永远给你加油打气好朋友，为了香蜜圆满收官，抽空赶快请我吃饭。随后狄天林下场逗笑回复邓伦，别做梦了，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容易被骗，就算他说请你，在你去的路上他也会说要不你请我吧，哈哈。狄天林咋这么逗，说好的友谊万岁呢，人家小猴子也是要面子的呀，还大爆料邓伦容易被骗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给人无限想象了。还有不少网友表示，你们都跳出戏来了，我们入坑中毒太深，喊话他们在一起，子安能不能别把每个男生都处成哥们儿，留一个当男朋友啊。邓伦可以的，真的能不仅仅当好朋友吗？好朋友来好朋友去的，真的是不用交代那么清楚，我不想你们做好朋友，好什么朋友，在一起吧，求求你们了。